到新闻去。王志烈二日在首尔矿金区 S24LIVHALL 举行了单独 FM 秋宴 with Kid Molida， 是和官方粉丝俱乐部 Kid Molida 一期的首次正式见面。当天，王志烈在粉丝们的热烈欢呼中唱着 See a List Star 拉开了 FM 序幕之后 ，Get Woman 机身应担任主持。通过王志烈我人生最佳场面 Top Five。和粉丝们提问 topic 环节，与粉丝们一起回想并分享美好的回忆故事，度过了温馨愉快的时间。平时以粉丝傻瓜著称的王志烈，在这次 FM 中也继续展现着与众不同的粉丝爱。王志烈在这次 FM 中准备了寻找隐藏的王志烈歌曲、愿望妻子、对决、三种接力游戏等多样的游戏环节，和粉丝们直接配合，制造了特别的回忆，再次展现了对粉丝们的体贴和关心。特别是在和粉丝们一起进行的对决三种接力游戏中，玩仰卧起坐、跳绳、接球等接力游戏，孤军奋斗汗如雨下的样子吸引了视线。此外，王志烈还为了这次的粉丝见面会特别的准备了 Acoustic 舞台，王志烈献上了抒情曲串烧和舞曲串烧舞台，还有庆上到男人三十岁之际每天听的歌我的爱在肩等 Acoustic 舞台。王志烈甜蜜的嗓音打湿了秋日感性，获得了热烈欢呼。公演尾声，王志烈朗读包含着对粉丝们感谢的信，粉丝们也是向王志烈传达了应援 message， 现场气氛温暖感人。就这样，王志烈通过秋叶 with Kyoily 的粉丝见面会和官方粉丝俱乐部 Kyoily 的首次见面，在像和粉丝们一起露营一般舒适又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了。文 OSCNE 5 B 8 C 9 CDD 7 A 1 1 7 3 4 6 0 5 8 B 4 A 5 F 1